你听到了吗？古老的河南，中华文明弦歌不辍，黄河滔滔，朝气文明源远流长，落水汤汤，孕育最早的中国，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，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，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，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，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。